皇后湾购物中心是位于马来西亚槟城八六拜的热门购物中心，是该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购物中心提供范围广泛的购物、餐饮和娱乐选择，从美食广场、电影院、时装店、电子产品、家具等。皇后湾购物中心是槟城任何寻求完整购物体验的人的必游之地。这个购物商场很大很宽敞，很适合拿来完成我们今天的步行目标。哇，你看这些装饰品都很漂亮。那我们现在开始吧。首先我们从这里走到购物商场的另一个尽头，再上一楼二楼，以间隔20步快20步慢的速度来步行。 Let's g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来快步。哇，这个马来衣服很漂亮。等，我们等下才倒回来看，我们先继续走。那个衣服很好看，走吧走吧。等下我们才倒回来。2 3 4 5，哇，你看真的很漂亮，很有开斋节的气氛呢。是啊。15 16 17 18，来我们走快了。Let's go。2 3 4 5 6 7 8 9 10。有氧运动可以有效地提升心肺能力，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达到控制体重的效果。哇， Isabel 感觉如何啊？感觉不错，可是我没有流很多汗呢，可以的吧？没关系的，流汗并不是代表你运动成效的指标，它只是降低你身体体温的一个身体机制。OK。让我在这里和你们分享一些走路的小贴士。首先，我们会很建议你的脚跟要先着地，滚到脚尖，脚跟到脚尖，每一步都让它走得非常的扎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脚板底有一个足底筋膜，那个足底筋膜有拉长跟缩短的效果，来制造你走路的推动力。千万不要走路的时候这样子推推拉拉哦，这样子长期下去的话，会让你的足底筋膜发炎。第二，走路的时候，我们的大腿后侧和臀部肌肉会自然的往前推动，同时造成我们的髋关节有内旋和外旋的动作，这样子你走路起来会更加的轻松。那些长时间坐在椅子上的上班族呢，髋部的肌肉会非常的紧绷，造成他们的后腿还有臀部肌肉无法正常的使力。要改善这个情况呢，只需要放松这个髋关节就行了。如何呢？我们先把自己放在这一个半跪的姿势，处于两个90度的脚，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臀部稍微夹紧，把我们的身体提高，我们一边拉伸一个30秒。第三，走路的时候身体尽可能的要站得高一些些，身体不要往前倾，把重心调回正中间，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很有效的减低你脊椎的压力，同时减少你下半身肌肉的疲劳。最后，走路的姿势正确的话，我们的胸椎和肩膀会一起跟着我们的腰部旋转，那么走起路来的时候，我们的手臂就会自然的摆动。Chuck 啊，你有5毛钱的硬币吗？我们今天不需要用购物车啊，我们有这一个使用购物袋。是的。OK， 走吧走吧。有火龙果哎。看起来很新鲜的，来你给我那个袋子吧。给你。我听说那个火龙果吃的就很好消化，是不是？是的，没有错。这芒果看起来好像也不错哎，我觉得可以考虑拿2颗吧。我还想要买一点苹果。那里。OK， 就这个吧。我们去看一点蔬菜啊。哇，这里的菜好多哦。这个。我买好了。拿来给我看看。来。这袋我觉得有5公斤重，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 suitcase carry。我们就提着这一个从这里走到尽头，我们再来回走2次。好，做得很好 Isabel， 你的双肩很稳定，并没有左右不平衡的情况，可以稍微站直站高一点点。很好 Isabel， 尽可能的保持那个重量稳定。单手农夫走路是利用重量在身上不同位置的观念来训练自身核心和控制重量的能力。以单手和重量在侧面来说的话，训练会集中多于身体的另一个侧面。小贝，你觉得如何了？感觉得还不错哎，我还想要买一些罐头。
拿来我看看。我觉得这两个袋子一样重，我们就利用它来做一个 farmers carry 吧。就在这个走廊，拿着这两个袋子来回走廊轮。Isabel，那我们把袋子握好，减少它的晃动。好，来再站高多一些些。这样对了，就是这样。好。双手农夫着陆会给双手带来更加强烈的负重感，挑战身体核心前后面的同时，并且协调左右手的重量。此外，农夫着陆还可以有效地加强握力，发展和上背肌群的力量连接。我们需要坚持锻炼，并且有好的建议。你可以在任何你想做的地方锻炼。今天过得很充实，可以一边购物一边健身。谢谢你，扎鱼。这是我的本分，应该的。其实我很了解上班族的痛苦，想要运动却被要求加班，付了费又不能参与。运动真的很重要，除了让我整个人觉得很清爽、有动力、有活力，更重要的是有更好看的外表，人也变得很有自信。除此之外，它还能够降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哦，我还以为你要说的是另一个三高。哪三高？高颜值、高智商、高薪水。你是在说你自己吧？你知道最近全球发生一个大事吗？我知道，我知道 ，AI 带动全球产业发展 ，ChatGPT 可以用来找去夜市的路。哎，有在 follow 哦。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大事，那就是我们 Well Media 的 YT 频道订阅破千啦。Well Media 是一个关怀生活、关心地球、友善环境的频道，像是运动啊、动物啊、科技啊、旅游啊、职场啊、健康啊，什么主题通通看得到。这么优质，赶快订阅起来就对了。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只要注册 Well Media 官网，并且订阅 Well Media 的 YT 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对这支影片按赞，并在下方留言回答指定问题，就可以参加抽奖哦。这一次送的可是让你看影片不卡卡，又兼具国际 TUV 认证的低蓝光护眼。环保节能的 Hands Note 2 10寸全彩电子阅读器，价值破万，而且超级大方，直接送两台。用它来看 Well Media 影片超赞的，够吧？就又环保爱地球，赶快就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让我们一起拥抱无限可能，让友善环境成为一种生活态度。Green Together。